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96页倒数最后一行，就是第八行。咱们这个经文呢，先念一小段。俄难，如有秀词炉中沾檀，词下若复然与一诸色罗法城40里内，同时闻其于意云何？此相为父生旃檀母，生于如鼻，未生于空。那我们刚才念的这个，就是继续讲十二处。十二处是接着前面讲五根六入来的，五音六入。那么五音六入讲完呢，就是从这个十二处。这个十二处啊，前面我们也研究过，一个是眼根色尘，这是两处；再就是耳根声尘，又是两处。那么今天刚才念的呢，就是鼻根跟这个香尘。这个从前面那个五音六入一直到现在啊，后面还有18节，这个讲的什么呢？都是叫我们了解呀，这些都是如来藏妙真如行。那么我们凡夫众生啊，不了解这个，要讲这个本性，本性在哪里啊？大家不知道，因为我们凡夫众生呢，都是迷惑颠倒的，一则不了解自己的本性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再在呢就把这些个虚妄的东西啊，当作真我，发生这么一个问题，因为这样就是才有生死啊。佛教我们学佛的人呢、了解，这个你要明了这个真心，真如本性在哪里找啊？就在这个这些五音六入十二处，就在这上面找。这些呢，在我们凡夫众生这一方面来讲，那是都是虚妄的，不知道是虚妄，把它当作真实法。佛告诉我们，这个都是假的，这是虚妄的。虚妄一了，承认这是虚妄的，那么然后就能够才能够了解啊，这个完全是这个真心呢，就是真如本性，这个在那个随缘起的作用啊。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啊，无处而不是真如本性。所以这是每一段讲到最后都是非因缘非自然。那么这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呢，就不是因缘法，也不是自然性，而是本有的这个真如本性。所以这个从无因开始到现在，每一段都是讲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就看这里的经文了。释迦牟尼佛就叫着阿难说了：阿难，如有秀词炉中沾檀呢？那么你呀、
这个忧呢就是前面，前面这个眼根色尘跟耳根声尘都讲过去了，现在又讲到这个鼻根跟这个香尘。在这开始的时候呢，佛就叫阿难尊者说了，你呀又修持炉中的这个旃檀。那么佛在说法的时候，那个香炉里面就是燃烧着那个旃檀香啊，所以说这个佛说你呀又修，修什么呢？就用这个鼻子啊，用鼻根来这个闻呐、啊，闻了这个香味啊，香气啊。所以你呀、啊，现在有这个修这个香炉里面这个旃檀，这个旃檀香啊，这是一个特别的，在那个时候啊。非常是最好的一种香，这种香呢又叫做牛头旃檀，它是这个香是生在啊南印度，印度的南方，南方呢有一座山呢，这个那个山这个形状就跟牛头是一样的。那么这种旃檀香啊，就是生在那个山上，叫做牛头旃檀。那么牛头旃檀呢，翻成中国的意思啊，叫做这个娱乐菩萨道，就是啊，这个八苦娱乐啊，把众生痛苦拔除掉。然后再给予众生的乐，叫娱乐。那么这个香呢，叫做娱乐。为什么这个香叫娱乐啊？它这个香啊，有实际上说起来，一燃烧的时候啊，那个烟呢，气味一闻了之后啊，可以给人家治病的，啊。可以治的很多的病的，所以他就是把病痛拔除啊，能够给人家一种乐，这叫娱乐。所以这个香啊很名贵，不但如此，而且这种香啊一点一燃烧的时候，可以很远很远的地方都能闻得到这个香的气味，因为这是它可以当作药物来使用的，非常名贵啊，它是叫娱乐，也有翻叫做娱药啊，就反正直接翻为翻成这个药品的药啊，这是。不同的啊。那么佛就告诉阿难说，你呀、啊、这个闻一闻这个炉中这个旃檀此香啊，若复燃于一株，这种旃檀香啊，你要燃烧多少呢？啊，这个燃字啊，我们现在这个燃在是燃烧的燃，在左边加个火字边，其实古来的字啊就是这个字啊，加个火字边的燃烧是后来的字，这个原始的这个燃字啊就是这个字，燃烧就是这个字。你要是燃烧了一株，株是什么呢？讲人家的重量啊，比如说这个有根据那个古代的讲那个度量衡的这个轻重来讲啊，24株啊，24株是1两啊，
那我们中国的这个重量就是16两，就是一斤的啊。它这是24铢才算是一两，那可见的一铢这个重量很少了。虽然这么少，佛告诉阿难说，只要你把它燃烧这个一铢，少许的这么一点点这个香，那么这个斯诺发城40里内呀、啊，这个城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常常到这个城里边去乞食啊，带着弟子到乞食的，就是叫这个城啊。在这个城有周围40里以内，同时闻到这个气，啊，40里以内的这个这些人呢，都能闻到这个旃檀香的这个香气味。那么先把这个旃檀香的这么，他就是那个特殊的这个意思啊说出来，然后就说了语意云何啊，就问这个阿难呢，慈香为父圣旃檀母，这个香的气味啊，它是从这个旃檀的这个香的这个木头上生出来的呢，还是生于乳鼻啊，还是从你鼻根里边生出来的呢，或者是生于空，在虚空里边生出来的？我呢问的这个三个，就是从这个香气究竟从哪里生出来的，一个就是这个旃檀木生出来的，一个是从鼻孔的鼻根里面生出来的，再呢就是从那个虚空里面生出来的啊。问阿难，在我们凡夫众生啊，那一想，这还用问吗？这个旃檀，这个必然是从这个旃檀，有这个旃檀树木从这个木头里面生出来的嘛，那还有什么问题啊？但是要知道，这是我们凡夫众生啊一种执着。哎，这个实际上啊，不是从这个旃檀木里面生出来的，认为有木头里面生出来，那是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纯粹是由于我们执着才有的。佛就从三方面来破除这些执着。那么首先呢，就是从哪里破除啊？就从鼻根，从鼻根上面来破除。文再念一遍，这个阿难，若复此相生于乳鼻，成鼻所生，当从鼻出，鼻非旃檀呢？云何鼻中有旃檀气？成如闻香，当于鼻入，鼻中触香，说闻非异。这个佛就是喊着阿难说，若复此相啊，若复此相，就说你要若，如果你说这个相啊生于乳鼻，你说这个香气啊从你鼻根里面生出来的话，这个成鼻所生，那就是有鼻子啊，你鼻根所生的。那么即使从鼻根所生的话，当从鼻出啊，那这个香气啊应该就直接从鼻根里边出来的。
这个《楞严经》啊，所以这是怎么呢？一般讲这个开会的楞严呢，它为什么叫开会啊？这个意思那当然是最妙最好了。就从文字方面来讲，也是叫人家开会的。你看他每一段这个文字啊，他都是用这个阴明学那个理论来讲的。那现在一般都是讲那个西洋讲这个讲哲学的辩论的方式，都是用逻辑，都是每一句每两句都是合乎逻辑的，根据那个理则来说出来的。前面就讲的，你要认为这个香气从你鼻根里面出来，那就是鼻子所生的，确定这个鼻子所生。其实有鼻子所生的话，那么你接着说这个香气就要从鼻子里面出来，由内往外出，先把这个定住。定住之后呢，下边你看文字，鼻非旃檀，云何鼻中有旃檀气呀？接着就把这个前面那个枝间把它破除掉。哎，那么你若是认为是鼻子所生的话，这个旃檀气从鼻子里面出来的，那么现在问题就是提出了，你的鼻子不是旃檀呢？鼻子我们鼻根是我们众生的这个根深呢，是无根之中的一种啊，它是有生命的。那个旃檀是无情的，那么你的鼻子不是旃檀，你不能够把你的鼻根跟那个外面那个旃檀木那个混为一谈。既不能够混为一谈呢，下面就说云何鼻中有旃檀气呀？你这个鼻根里面怎么能够有旃檀的这个气，这个香气出来呀？这事实上是不应该的，不可能有这个旃檀气出来啊。那下面又是一段，诚如闻香，道于鼻如啊，鼻中出香，说闻非一。这一段呢，就专从这个文字这一方面来辩论辩驳。哎，这个就是说，在辩论一个理论的时候啊，先从正面辩论，然后就是就从对方纵然的意思，纵然就是照你所认定的是这一方面来讲那么这又是一种破法。所以下面这个呢，诚如闻相，就是说纵然这个照你所想的你呀，这个闻香，闻呢，闻就是嗅的意思啊。这气味从用鼻根呢嗅进来呀，这叫闻呢。那么就算是你在闻香吧，就从这个文字来讲，那么这个闻怎么这个闻怎么说啊？闻并不是说前面是讲从生的这一方面来讲，你这个气味啊从鼻根里边出来。那么现在就从闻这个字来讲呢，你是即使闻呢，应该从外面呢吸收进去，这才构成这个闻字嘛。所以说，成如闻香的话，当于鼻如啊，这个香气应该从外面入到你的鼻孔鼻子里边啊。这两句是有定住这个，从闻这个字的意思，那么气味应该从外面进到你鼻根里边去，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辩论这个意思。第二是从这个闻这个字义来讲，
那么您闻呢，这个气味从外面闻进来。好，下面这个呢，鼻中触香，说闻非一啊。那这个就是这一段是破除由鼻根生出这个香气啊。如果你认为这个闻字这个这讲这个闻这个字义的话，闻一定是由外面闻进来的。闻进来，你现在你认为这个香气是从鼻根里生的，从鼻根生的话，这个一必然这个香气从鼻根出来，所以鼻中出香，鼻中出香是指的啊，这个前面讲的，你这个鼻根能够生香，生这个香的气味啊，那么香的气味就要从鼻根里出来。那么就这个意义来讲呢，说闻非一啊，那你这个鼻子鼻根能够生气味，这气味从鼻根里面出来，它即使从里面出来的话，你说这个闻闻要从外面闻进来，这个是一出一进，这个闻字啊就说不通了，就是说闻非一。方面来说的话，那么这个香气从鼻根里面生呢，这是不对的。那换句话说，你鼻根呢，没有办法生出香气出来。下面一段，啊，这个香气从哪生呢？生空，从空生出来的。这经文呢是这样的：这个若生于空啊。空性常恒，相应常在，何解炉中热似枯木？佛就说了，你如果说这个香气呀、啊，由空生出来的，就是若生于空啊，这个香气生在空，就由空中生出来的。那么下面就提出问题了。即使有空生出这个香气啊，但是要明了空性常恒啊。你看这个虚空，虚空，你今天看这个虚空是这样的，明天什么时候看这个虚空还是这个样的，而这个虚空啊无处不在，这个虚空是哪里都是虚空。所以这个空性常恒，虚空这个特性啊，它是永恒的，常恒是永恒永久存在的。那么这个虚空既是永久存在的话，那么这个香气既然是由虚空所生的话，那么这个香啊应常在啊，这个香气也应该跟虚空一样的永久的啊常在。常在就是不能说这个时候有过一时候又没有了，这个说不通的。虚空常在，这个香啊香气也应该常在。那么意思说，你这个虚空哪里都有，那你的香气也应该跟虚空一样哪里都有香气。其实这样的话，下面说何解炉中热此枯木啊，如果说他应该按照这个理，按这个道理推下来的话，哪里有虚空哪里就应该有这个香气。即使哪里有虚空哪里就有香气的话，何解，你何必借，就是就是用啊，借用啊，你何必借用这个炉中啊，用这个香炉在炉里边呢热此枯木，这个热字就当烧字讲，你何必要用这个拿一个香炉
拿一这个粘痰，粘痰是个枯木啊，干木头啊。你在香炉借这个香炉里边呢，烧这个干这个粘痰木头啊，那何必用这个啊？事实怎么呢？你不在这个香炉里面烧这个枯干的这个粘痰木的话，就没有香味。你必须烧了才有这个香味。那么有这个事实，就否定上面呢有空所生的。因为如果有空生，也不需要烧这个粘痰木啊，它就自然空中自然就发生这个香气了。而你现在必然要烧这个枯木才有香气，会否定那个空中生这个香气啊，那个理又不能成立啊。这个空生出这一事也不行，这个理论不能成立。下面呢，就是从这个木头，从那个粘痰香那个这个粘痰木头来破除。这个经文是这样的啊：若生于木啊，则此香之因热成烟；若鼻得温呐，何蒙烟气？其烟腾空，未及遥远。四十里内云何疑问？这个呢，就一般的知识界呢都认为这个香是从这个木头里面出来的。所以在最后佛就说了，若生于木啊，如果说你要认为这个香气从这个粘痰木里面生出来的话，就是生于木，那这次香汁啊因热成烟呢、啊、那这个香汁就是汁的这个粘痰木啊，粘痰木里面烧了之后，它的这个木料因热成烟呢、啊，这个香汁就是指的那个枯木啊，这木，这个木料啊。那么它是呢，你把这个枯木，就是粘痰木啊，因为热就因为燃烧啊，一燃烧了就成为这个烟呐、啊，烧了就变成上面这个冒烟呐、啊。那么烧成烟的时候啊，这个若鼻得闻何蒙烟气呀、啊？你说是这个鼻根要能够闻这个香味的话，你闻这个香味，这个鼻根是把这个香味从外面闻进来呀。那闻进来就是你应该呀，怎么呢？这个香气从哪发出来的？上面讲，这个香气是因为那个香汁烧了那个木料啊，变成这个烟。你要能够闻的时候，应该呀、啊，何是当应当讲，应当呢，蒙这个烟气，蒙当接受讲，你应当接受那个烟的那个气味，你要闻到这个烟，你不闻烟的话，就那个烟没有到你鼻根里面来，你不应该是嗅到，是闻到。那么应该说啊，那个烧了成了烟呢，那个烟呢是慢慢的接触到你鼻子的时候啊，能够得闻呢、啊，你才能闻得到啊。这个每一段经文都是这样，先把它这个问题设定好了，设定好了以后，下面就破除，
那么上面就是说先设定怎么呢，你闻呢、啊、必然要等到那个烟味，那个烟的气啊送到你鼻根的时候，你才能算得上是闻，这个定住了。定住之后呢，下边呢提出问题了，提出问题什么了？其言腾空啊，这个炉里面呢烧这个粘炭木，粘炭木烧这个烟呢、啊，这个烟是从这个炉里面腾空，腾到这个空里面去，啊，它升高了，升到空中了。可是问题呢，它虽然腾空了，没有扩散到这个遥远的四十里呀、啊，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个烟是腾了空了，腾空高度是有了，但是这个城里面四十里那么远，这个烟还没有散开来呀、啊，所以说是。其言腾空，未及遥远呢、啊？未及遥远就是没有散布到四十里那么远呢、啊，突出这个意思了。四十里内云何以闻呢？那就这个烟呢是在近处，虽然腾空腾得很高了，还是在近处啊。远处四十里那么远的话。前面讲四十里呀、啊，同时就闻到了。那同时就闻到了，那就证明你这个烟是只是往上冒到空里边的，还没有到四十元那么远处。而那个时候你这个香一烧啊，四十里以内的话，那个人呢，同时都闻到了。可见呢，他。这个烟还没到，那个这个香气就闻到了。那么有这个证明啊，你这个烟是由这个香气是由烧了这个粘炭木头才发出这个烟出来。烟出来的时候呢，烟还没有到那么远。那么那个四十里都闻到了，可见的话，你这个说是这个香气生在这个木，有这个木，有这个粘炭木生出来的话，这就不对呀、啊。它不是从那个粘炭木烧了才有烟呐、啊，烟还没到它就闻到，可见就不是由粘炭木里面生出来的。后面结论了。这个就说了，是故当知香鼻与闻俱无处所，即嗅与香二处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面都三处都不是，都破除了。所以这个就说了，当知啊，就是叫阿难了，你应当知道，你应当了解，了解什么呢？这个香气，香指的香气啊，就是鼻根所对的这个香尘。还有呢，鼻与闻，鼻是鼻根，闻这个还是属于鼻根的一种啊。一种这个那个功能，一种嗅觉。鼻根是有两种，一个是浮尘根呢、啊，就是我们这个手摸得着的，眼可以看得见的，这是浮尘根。在浮尘根里边那个净色根，那个我们自己都看不到了。那个净色根呢，它有一种这个一种感性的作用，所以什么叫感性呢？它有一种这个与外境一接触啊，它有一种这个有一种这个就鼻根来讲，
它有嗅的有闻的这种功能，这叫做闻呢、啊、这个属于那个近侧根的。所以鼻与闻这两者呀都属于鼻根，那么合起来一个是相尘，一个是鼻根，这个根与尘呢具无处所啊，这两者都没有处所啊，没有处所就指的就是它也不是木头生的，也不是你鼻根生的，也不是虚空生的，没有给找不出一个处所来，所以说具无处所，这个就是没有处所。下面就说即嗅与香啊，嗅是指的鼻根能嗅的这种功能，香就是这个香气，这个呢二处虚妄，这两处都是虚妄的，不是实在的。那不是实在的是什么呢？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呢，本来就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而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每一个处到最后这一句啊非常难懂。怎么非常难懂呢？就是我们凡夫的心里啊这个境界转变不过来。所以古时候大德啊他拿各种的方法来让我们了解，这个各种有各种的办法。你比如说华严宗他用的是这个不变随缘来讲，那么这个天台宗的祖师、啊、他用这个空假中来讲，让我们了解这一句的意义。那么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用唯识的这个学理来讲，唯识的学理用那个叫三自性啊，无法三自性，无法就万法，万法都有三自性。什么三自性呢？我们凡夫所知道就是遍计所知性，遍计所知性呢，无论世间任何一个东西啊，这个都执着，一执着就变成遍计所知这么一个性了，普遍的执着，我们任何凡夫都有这个。那么这个遍计所知你根据哪来的？根据依他起性，依他起性是就是普通讲这个因缘和合的因缘所生的，就唯识讲依他起性，有因有缘互相依靠，叫依他起性。那么依他起性是它这个真实的来自哪里？来自圆成实性，圆是圆满的，成是成就的，实是真实的。圆成实性指的就是真如本性，依他起性就是啊由真如本性起了作用了，现出种种的相出来了。那么这个遍计所知性呢，就不了解这个因缘所生的种种的相啊，就把这个随时有转变的那个相啊当作真实的，叫做遍计所知性。那么这个古人呢有个比喻，这个圆成实性呢就是好像那个麻了，麻绳子那个麻了，那个原料，你用麻绳子原料来把它粘成那个绳子，那个绳子就是依他起性啊。那么绳子依他起性，你要认识这个绳子也没问题，你认识依他起性也没问题，就等于说我们现在看世界任何这个物质以及人类社会组织都是因缘生灭法，你认识它是因缘生灭法也没问题，也好，也能放得下，也能看得破。问题就是说你把这个世家这些物质的人事社会种种的把它当作真实的、啊、
一劳永逸都是当作真实的。这就是把这个依他起见，把这个麻生字啊看错了，哎，认为这个麻生字啊就是一个真实的，看错了之后呢，不把它当作麻生字，哎，心里一起意义起了迷惑颠倒，一错误的话，就本来这是一个麻生字，是因缘所生法，结果你看错，把它看成一条蛇了。看了一条蛇的时候啊，哎，那么我们在社会上看见这个是真实的，那个是真的，都是遍及所知性。你所执着的不过是执着那个麻生子当作一个蛇而已啊。现在教我们讲，经文里面讲，相比于文居无处所，即修于相二处虚妄。虚妄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那个蛇的影子。我们不了解那个依他起心，把它当作一条蛇啊。现在叫你经文叫你看，这个哪里有蛇啊？纯粹是虚妄的。你必须得把那个，你认清楚这是一个麻生字，把这个蛇的那个相啊，把它破除掉。经文讲的这个二处虚妄呢，就是说叫我们认识啊，认识这是一个依他起性，没有蛇。你认为这是蛇的话，那是纯粹是虚妄的。果然，你把那个蛇的影像破除掉了。认清的是一个麻生子，当下麻生子就是圆成实性，哎，它原料就是麻，那么因此下面就是本来非因缘非自然性的，非因缘就是说麻生子用人工把它粘成生的，就是用人工，就是依他起性，有因有缘的啊。认为这个自然的话，这个生子生来就是这根绳子，对也不对呀、啊。所以这个既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就直接讲你认识这个马，它这个真如本性不是因缘的，也不是这个自然的，你就从这个绳子上面直接认出这个马去吧，那就是从依他起性上直接就认识运成实性。在这个经文里面讲，就是真如，如来藏妙真如性，这是叫我们开悟啊，就悟的这个。我们研究教理可以这么讲的，禅宗不跟你讲这些道理啊，你自己悟就悟得了，你不悟你就再去参去。社畜，我们不要执着的话。摄出当下就是如来藏，我们了解这个就好。下边呢是讲这个舌根叫胃尘，这两者呀在破除我们的这个执着。那个经文我们念一念啊，俄呢如他二十重重持钵，其下活于苏洛体乎，名为上位，于云何？此为微父生于空中，生于舌中，微身十中。我就又叫我呢说了，如常二十啊，你日常就是每天呢，二十什么呢？早晨的时候，中午的时候，这两个时辰，在众中你随着大众啊，持着这个钵，那么这个齐家呢，或于苏乐提乎啊，那么持钵什么呢？持钵是这个，就是其实啦，其实这个胃这个不一定啊。有时候遇到这个苏啊，是用那个
这个乃啊，这里面提出来的，说比说更好的是罗，再最好的就是体乎。那这个就是体乎，就是因为上位了。我那说，你看看，你想想看，这个味道是空中生出来的呢，还是舌中生出来的，还是这个食物里边生出来的？那么下面就一层一层分析。先说阿难呢，若复此味生于乳舌，在乳舌口中只有一舌，其舌而是一层酥味，与黑石蜜应不推移呀、啊。舌根来铺出，他说，如果说是你认为这个胃疼，这个上好的这个胃啊，这个体物这个味道啊，由你这个舌根生出来的话，就是如复此味生于乳舌，那么问题出来了，在乳口中只有一个舌啊，你认为这个味道是你舌里生的，先要定住这个一个问题，那你我们一个任何一个人就是一个口里面只有一个舌，那么这个即使一个舌了，只能生一种味道，犹如说是啊，这一棵树只能生一种果，一种水果，你看这个桃树，桃树只能生桃子啊，不能是这一棵桃树它又生杏子又生梨子，这个说不通的啊，只能生一个水果啊。那么你这个舌只有口里面只有一个舌的话，好了，其舌而是一层酥味啊，